这波，可是他们真的在楼下卡到一个啊无情互咬，但是三 v 三只是在自己移动的过程当中被对方两发带走，不好救，没得救了。这边往外爬，那燕妮只能顶着中线往内打，很可惜没有办法顺利的 spray transfer。没错，而且这个地方因为会扩散的伤害。不好救，后面的雷要过来了。宋江倒数，但另外一边的话，第一颗丢出去，第二颗马上跟上，出手反而是先被 Runa 擦皮给抓到了。B3F 没发现，反而是 Jupiter 率先拿下这一颗人头，帮你清掉孤狼。那最后的话，你不用担心四打二，我们来好好对决。没得对决了，没得对决了。A 港瞬间就用自己的 MK1 是爆头点倒了对手，但是 Runa 擦皮远距离没办法对。对赢的是 Zavy 3，恭喜今天第一场吃鸡顺利下班的会是 B 三 Fox。哇，好妙！没错，在这个轮胎旁边是先被对方给放倒之后呢，靠着自己队友的补枪，现在来到人数的一换一了。但是，一换一之下，楼梯间 Magnet 手上拿着的是 M49，先带走的会是 Rex。对，这边是直接当疯狗一波，而且听到对方出闪光的声音，很可惜，直指 D。GW Donation Gaming Y， 但是燕妮的话呢，开场就先放倒 Raining 一个人，继续往前推进。不用户有没有跟？一定要跟呐、啊，只是在于哦，这边只要因为已经打残了嘛，所以不用户拖很快。两次的对枪都是有拿到优势的，但选择先预开，全部打在门柱上面，距离没取好。对方的话呢，也是同步有丢出防推的投掷物，射窗燕妮继续限制二楼的位置。让阿塔并没有办法有更好的站位选择去面对到这一波强势攻坚。没错，而且这两个房屋纸排掉之后，不是波优户怎么跑去隔壁洞了呢？要选择先卡人吗？哇 ，Sparrow 决定主动出击，但反而是遭受到各方枪线的夹击，一瞬间惨死在防区外面的圈继续在收缩，那就会变成阿塔的 Max Zora 最终会被 GX 给反卡。头车来，漂亮。点先地炮了一颗燃烧瓶，阻止对方，地炮推进，第二颗再给了出来，但这边的话搭配自己的出枪也没有办法战胜对手，人员开始互换，但众多人头好像是 Detonation Gaming Y 这边拿到比较多的掌握，我只能说米洛佛枪够硬。哇，但是在车子后面几次出枪是被 Sylvia 给抓到机会了，继续在处决。死之前也不能让你太好过，但是整体的健康状态看起来的话 ，Sylvia 这边优势是蛮大的，跟 Mad。RJ 继续丢出投掷物，凹坑里面的话呢，明颂直接被炸死114，三人中 Danche， 但这一波要先来看一下 Danche， 第一波的扛压好像效果并不太好，那只能继续躲在是自己队友支援到了这一侧去拖时间了。但来到窗边，这一颗闪光弹丢了正是恰到好处，也帮 Danche 争取到更多时间，但自己也是致盲状态之下，在烟雾当中继续穿梭，远距离 Hulk 手中 Barrel M76 的先爆头放倒了是马路对接的 Sinbad。错，而且这个时候的枪感把握度够高，队友的 cover 率有交错枪线，对，所以反而 RJ 这波进攻失败了。RJ 三人小队已经折损两名成员，躲在木箱后面，我看应该也是死亡倒数。因为其实对枪上面来讲的话，你看这边被打到不能自理了。对，那你有发现右上角已经来到30分半了吗？有，这是常态的。我讲，当你的眼睛出现了皮带之后呢，通常就代表一件事情，就是30分钟了。没错。Hulk 被放倒了，最后的局面果然也是对于 Mad 而言轻松写意就能够拿下胜利，恭喜今天第二场吃鸡队伍是 MAD。完蛋了 ，Savia！ 哇，赶快先来听一下 AE 的 mic check。Savia 已经先被打了，上去上去了。等我，小心，快点，爆头，帮你爆头。对，我这里还有一个大型，好，没事。你这里还有一个，小心哦。白白开车，我在开了，这开了。听你标点数一个。OK， 我能听到。等一下，你今天听我们脸上枪两枪。哇，感觉起来 SLR 的水平后坐力是蛮有感的。他就在脸上而已，一只。好，就我跟白白打右，白白右边。打。救人之前先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回至少75滴。高抛的投掷物丢出去之后，你再转角要把 Javloka 给拉起。哇，什么东西？那个没什么太多的画面可以去做一个陈述。不过，Danche的主动出击是抓到 Max Zora， 随即又被 Raining 从天而降枪法给制裁。Picky 这个图刺少说两只。哇，原本以为他是要吸引对方注意，反而是主动出击，一发都没有命中，是被 Shiva 快速的两发头点倒他。不是呢，他这个地方怎么会被人家瞬秒？连带自己的队友 OK 这边打赢，不过用的血量也是残血，对方直接压上来，就有24滴。
现在的位置，哇，一起身反而是被 Mantle 给抓到了。Shiva 最终的话呢，也是拿处决掉 Sylvia。这样子的局面对 Shiva 来讲好像也还 OK， 不过最后的话来到的是一打三的局面，在草原上面裸跑，最终结局依旧是让 Griffin 顺利吃鸡。敌人第一次出枪已经护卫了，赶快靠到了墙边，还在等待是 UKL 的支援。一路往前顶，但反而先被 Wesker 在近身交战当中被 M762 的优势发挥无疑。但后续的话呢 ，UKL 面对 Wesker 的一轮压枪，随即卧倒，还是可以把对方给放倒。UKL 后面的话呢，自己的单兵队也不敌 CZ， 现在的状态，哇 ，AE 活了下来。大家，哇，右边一只，过不去。右边来了，我也想两个。他倒了，不要走右边，右边会被打，会被另外一组打。我先补血，左边一个。哇，这燃烧瓶一颗一颗在丢，加个先对，我进点一个，我进点两个。哦，这房子。一 K 二，我们一 K 三吗？趴着，站着。打干了，近距离一枪冲王，一三六鼻炎，面对到打拿瓦，四打二。一个手榴弹丢了出去，可以直接炸倒，是神论没问题。Sylvia 双 S 对位，先拿下了第一波的胜利。但烟雾当中也是投入了众多的燃烧瓶资源，让你不可能有办法用烟雾做掩护。哇，不用护开门了，所以他要输了吗？窗边的话呢 ，Sis 只有打了一发伤害，第二次的探头。哇 ，Pure Boy 没有办法打赢 Melophon。但至少现在的状态，哇，马上又被沙桃给补枪了回去，那就是人头优势依旧落在了136这边，三打二的这个局面。但这个地方其实太裸了，不太可能强行续命，而且外围区域打一只人数互换，最后在围墙旁边竟然有办法让马俏 EK 多马，没办法，最终还是要恭喜136顺利吃鸡。Eat my check。被迫出，可惜了 ，Minato 都没有抓到机会，反而是被 UKL 跟 Teddy 一并带走，炫也得手带走 Nario。哇，不接一只。那我们听一下 AE 好了 ，AE 要扛压。AE 扛压，阿俊大车队。来摆摆这个坑，来摆摆这个坑。准备嘞，准备嘞，准备嘞，来来来，下了下了。打一只，打一只。我的坑有一个，丢了有一个，我的坑有一个。快下下下去，走了走了。等一下，得手可以吗？惨了，怎么不像是我们认识的？打。可以可以可以，啊对了，但 GX 在小奥克里面也受到的是头足的压制。哦，这个火直接砸在了 CB 的身上，会踩，他们会踩，吃到火，一路烧到死。一下一下，然后正南丢个雷，丢个雷，等下等下，丢雷丢雷丢丢，先打我，丢我雷啦，丢我雷啦，好好好，我丢我丢我丢。哦，炸炸炸死，再来啊！帅气，你吃一颗啊！我身上还有，我身上还有啊！对方也有，接下来嘛，这一个再来啊！一，接上，开走，动车了，一个空地，走，动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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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动车，动车 ，OK， 要打得漂亮哎！我们死了，哦 ，OK， 警察，石头，石头一个，石头一个，谁是枪法？倒了，倒了，什么情况 ？OK， 掉下去，掉下去，边边掉。近点的话呢，是不是可以继续给点资讯？直接把对方的位置给标出来，但是 PK player 动弹不得，在石头后面也只能丢出自己的手榴弹，但自己已经残血的情况下，队友的情报，哇，往前一探满是烟雾，最终的话呢，则是被阿塔的连续陨石术给击杀，恭喜本场吃鸡的队伍是阿塔，人没了 ，GX 你离得我好远啊，但是 Helen 两次的出枪快速的带掉了 Sylvia， Magna 也跟上，手中的 Groza 绝对没有漏气。来来，我们听一下 GS 的 Mind Check， 才听一下他们这一圈。永久不要，永久不要！哇，怎么卡住啦？哇 ，Kia 这边就是祈祷，其他队伍打起来。而且我觉得像 Kia 战队比较尴尬，就是他的那个位置不好，就是坑点，你知道吗？就是投掷物扔一扔，他人就要没了。哇 ，Wicked 直接被烫掉了，一袋一袋。哦哟 ，Loki 被逼着下车，但是去哪里都不对。哇！车辆再爆炸，最后的血量剩下差不多四分之一，他命很硬呢、欸。是啊，他的位置太好了。有没有这可能 ？BJ 一连拿到的是超过二十杀，同时也争取到今天最后一张门票。哦，好像有机会、哦。没问题，二十二杀了。一瞬间剩下 T1 PWS 的击杀记录，恭喜今天最后一场吃鸡的队伍是 BJ。Yeah。